好，问题是徐老师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作品写的还是不错，他那个黑色幽默这种夸张啊，虽然有缺乏节制的地方，我做评论必须这样讲，但是他还的确写出了今天中国的一些非常，他里边其他的人物这些悲情人物都不重要，还就是这个李光头很真实。我总结了一下他后来为什么会成功，我觉得他基本上靠四个东西。第一个，他暴力，他打人非常厉害，这个呢，流氓手段，哎，打人非常厉害。这个呢，他的上卷里边哈，整个文革被他简化成三样东西。他把性压抑这个成分讲得非常非常大，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要用唱横来黑打，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打，其实都是普遍的性压抑。所以到了后来，李光头在文革后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强调他两点：他看到坏人就打，不喜欢的人就打。然后呢，他性能力过人，这个他特别强调。说他所有的女人跟他睡过以后都是死里逃生，啊，说他后来他喜欢的男女的上来一下就是四次，他逐次逐次描写的非常详细，这种对于过人体力的这种渲染哈，跟文革当中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我看这不但跟文革有关系，这直接上乘《金瓶梅》呢。中国写这种性小说啊，包括肉蒲团啊，一般都是夸张男的，这个好家伙，就是啊，对，就是女的，哎呀，要死要活，受不了了。第二啊，他呢不会说什么，没什么文化，说话要么就是，要么就是毛语录。哎，他一来求爱不成，而今迈步从头越。啊，这说明天我们要去哪里了？他说我要进城做生意了，鲲鹏展翅了，什么？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他用了大量的毛的这个语汇，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是啊，因为你仔细想，这也有一定写实性啊，写实性，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过来，他最有文化的句子的确是从毛那里来的嘛，对不对？对，我早就我有一个这个偏激一点的看法，我觉着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就失掉了自己的语文，当然我这个话讲的太简单了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你看啊，我们从小在一种文化下，一种媒体标准的语言下长大，使得我们呢，就像我跟你讲那个著名事，我说你难道说连卖东西，我到一个乡镇去，那个店铺哈，他都是用这个中央台播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声音，高亢的来说一个打折的货哈，这什么什么跳楼大减价呀，跳楼大减价呀，快来买，快来买，他你知道吗？他没有了自己的腔调了。他是受这个整个这一套文化的影响。而且其实你注意看，我们身边都会认识不少这种朋友，就是像李光头这方面像他的人物，一些财主，一些富豪，对，你发现他们说话都有点毛的味道。小毛泽东。然后而且呢，我觉得毛泽东是他们这一代人呢偶像，是他们唯一所知道的一个做领袖的方法的示范。没错，就他。他当然不是国家领袖，他领导一家公司一个企业干什么事儿，他唯一想得到，因为领导这个东西你要有模范，小时候比如说你崇拜丘吉尔，你崇拜谁，然后你想学他，那我们也曾经有一整代人或者一两代人，他们从小知道的唯一一个领袖就是毛主席。你见过这样的做生意人吗？太多了，他旁边就带着武警，假的武警，没错，对不对，军人就这么陪着上来，那个然后穿军服，穿那个中山装，穿得好好的，这个生意做得很大。现实当中有真的吗？那判了的那个诈骗犯，就是每次跟人吃饭，身后两个军人嘛，然后说啊，这是中南海的领导担心我的安全，派他们警卫团的，平常得跟着我，都是这么怕诈骗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夸张是有现实基础，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更有信心，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很夸张。还有第三条。机会主义非常灵活，当然很聪明，做事情很手段，当然啊，这一条也很重要。他在里边他怎么利用关系，利用这个也很，还有最重要是第四条，就是发动群众。这个小说里边我注意到一个叙事者，他反复重复，他当他讲到众人大家，他从来不用，他用同样一句话重复，叫我们刘正的群众，我们刘正的群众，他反反复复用这么一句话。什么事情了？我们刘正的群众可不这么看，我们刘正的群众插嘴了。后来我问那个美国人翻译，我说你怎么翻，他说开始我们没翻，我们觉得他很啰嗦，后来余华提意见了，说这个你们要翻出来，这是我是特地的，但是他们还是翻不出来，他们翻出来为刘正，为刘正 people， 就群众这两个字
英文里边没有恰当的字来表达他这个意思，他又有庸众的意思，鲁迅批判的庸众，对，又有革命群众的意思，又有一个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意思，这李光头的成功，所以其实我这看那个小说，我就看今天社会啊，所以他们大家觉得不高兴，我说有什么不高兴，你看看有钱人很多真的是这样到处吸，足欲洗浴，人欲横流，难道还少见吗？对不对？文道的见闻如何？我觉得这种人太熟悉了，所以当时我虽然嫌这个小说太漫画，有点太过，但是问题是，我反而有时候会反过来这么看这小说，因为我对这个小说没有别的人说的那么坏啊，别的朋友，但是我也不至于觉得他太出色。理由恰恰在什么地方呢？恰恰在于，我觉得他就是很活灵活现的写了这么一个人物。那然后呢？我总是在问，那然后呢？好像又没有什么了。就这个人物本身，这种人物本身，我觉得很常见。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很多么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认识一些，比如说做生意的、发了财的人，其实真有不少是这样。但我觉得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常常说什么中国人没文化啊什么，主要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反过来讲，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外国人会很喜欢这本书啊，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很熟悉的，尽管被夸张过的这些人物、场景、情节，外国人到今天也在中国文学上可能还读得很少，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些是，我看过这里有些老外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写他们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他们会触及这些部分，但是不够淋漓尽致，不会那么到肉，没有中国人自己写那么达到那个骨髓。但是这也反过来讲，就当代的中国小说要描写这样的当代现实也的确少，对，就连不要说翻译成英文，就中文本身也很少。对，你对比其他作家，你还没有这样直面目前这个现实，没错，这个堕落的繁华的堕落。我呢不喜欢的地方是觉得他文字缺乏节制，而且呢他这个喜剧跟悲剧，喜剧人物悲剧人物当中有点不大协调，有些地方有点，但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写出了今天的荒诞跟昨天的荒诞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文革的那个，因为他有个哥哥，他这个里边呢他有个父亲，那个都是正面人物，他们都是被毁掉的。他那个哥哥在里边呢有个情节啊，他文革以后他这个老实的哥哥就很惨，他就找不到工作，他得到了美女，可是他找不到工作。他里边我觉得他把他写的有点过分，他出去推销东西啊，他就装假胸，你知道，用为了推销，在一个骗子的鼓捣下，我觉得这个情节是有点太过分了。但是我后来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我一直在想兄弟兄弟，我本来觉得是文革是兄，今天是弟，后来我觉得他的象征意义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是兄，人的欲望是弟。这个弟很容易解释，弟弟这个弟弟从文革到今天，暗的到明的，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这个兄是什么呢？我后来才搞明白，这个兄就是指他哥哥那个假兄，就是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最后总结出来说，兄是假兄，弟是真弟。